哎呦，今天我们睡哈，现在价钱是便宜，可你怜说些什么？的。来了，我们给搞下家啦！你搞啥工会？我搞微的工会，哦。哎呦，你看，其实地方就不错，就是有一点蚂蚁而已啦。但是一天是12块啦，是便宜啦，是很便宜。哦，这是说我们住的房间啦，那个灯啊，2趴火啦，我拢无倒掉困啦。你看啦，然后我这个朋友在这边睡觉了，睡不着啊，一定硬硬硬硬，硬硬什么的，可能到天亮，硬硬我等一下我也是到天亮了，不用睡了。你跟谁讲话？我刚才拍 video 自己讲话。我以为你跟阿伦讲话。就是一粒麻将啦，你看。不过他的 bed 很好睡啦，很适合我。那不变呢？我搞下嘞，哎呦，死掉了，不变。搞下家，你看，你看，现在我的丢家了，你看，你看到吗？丢家在这边，笑你看，你看，脸大你看，丢家了嘞，昂昂啊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还有这边，诶，恁都可以我看嘞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就是有 WiFi 都看可以到我吗？看嘞。哇，你看丢家，你看了、啊，我皮肤白白嫩嫩，白诶。泡泡又咪咪哈、啊。等一下，我跟凯文讲话点，你看，好烂呢。所以跟你们讲哦，不要贪小便宜哦。啦，贪小便宜就是，结果是这样，给你麻将。真是。OK，good night。